惠宁时间刨地工人哈伯德和德巴盖，他的创作者是19世纪法国印象派画家古斯塔夫·卡耶伯特 Gustave Caillebotte。 跟同时期大多数印象派画家不一样，在这里卡耶伯特采用了非常具有原创性的构图，用一种不寻常的取景着重强调出地板的透视线，推动观画者的视线由近及远到达房间的深处，效果十分惊人。事实上，这是卡耶伯特第一幅非常出色的作品，创作于1875年，想要参加巴黎沙龙，但遭到评委会拒绝。之后他也没有气馁，在1876年加入到了印象派。这幅画呢，就出现在了第二届印象派画展之上。现在呢，原作是被保存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。卡耶伯特呢，因为家底殷实，没有经济压力，所以他不必呢靠卖画维持生计，所以他能够在印象派画家朋友们的影响之下进行实验性的工作。那下一集呢，我们会再来欣赏他的另一幅非常出色的作品《欧洲大桥》。惠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